高班的同学们，今天零下40度，我在学校给大家准备了火锅，先到先得。少爷，外面太冷，路上都结冰了，门是出不了一点呢、啊。火锅在家吃就行了。我不是为了火锅，是为了学习。地上过不去，那就从天上过去。这台词好像在哪里听过。有钱靠科技，没钱靠变异，还好我有超能力分身术。终点学校，瞄准发射。 No 还是不够滑，华丽泡泡。哟吼，真的有这么丝滑吗？切，简单粗暴还是我的风格，阳宝新穿。看我的陆地反复火轮，为了火锅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大家都出发了，我也得行动了。血脉召唤，火锅给我留点。这是来攻打学校了。